的卢台长将为我们当场看图腾解答问题，请持有以下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我们的第一组号码是312-312-423-423-156-156-431-431-311-391-495-495。现在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好啊，下面我们就开始了啊，开始来吧。不管谁啊，抽到号的都可以问啊。好了吗？好了吗？来吧，过来一点，好，好。尊敬的卢台长您好，您好，非常幸运啊，今天能够被抽到，而且是。挺靠前的啊，我想那个首先就问一下，一个74年的虎，74年属虎的，想问一下他的图腾在哪儿，有什么颜色？男的女的？女的，有没有灵性？74年属虎的是吧？对。女的，哇，脾气很倔，对不对？对对对。鼓掌。我告诉你啊，不听话。个性很强，人很聪明，很有创意，整天想做这个想做那个，这个老虎一直在跑，对不对？对对对。肠胃不好，这里啊，肠胃有点问题。嗯哼。还有要当心，腰也不好。对对对对对。鼓掌。还有什么问题？那它是什么颜色的？我看看啊，那这个老虎黑白颜色。OK。黑白颜色蛮厉害的，有点攻击性。攻击性。啊。OK。是你吧？是我。我已经尽量在改了。大家看到了吗？他不讲是谁，台长面前他还不讲，没用的，全看得出来，明白了吗？你人很好的，但是你呀、有点怀才不遇，对不对呀、对对，有那么一点。好啦。那我身上有没有灵性？需要念小房子。啊，你身上，啊，你身上有灵性，一个小灵性。OK。知道了吗？那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一个小灵性可能是打胎或流产的。对对对对对，鼓掌！我告诉你逃不掉的，我告诉你他们很多很好玩的，那个我可以看到他肝脏里面的毛病，就是肝脏啊或者肺啊一点个小泡或者一个小癌症点我都看得见。好，现在我告诉你两点好吧，第一你要想开一点，因为你心中现在正好在想着某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对你犹豫不决，你一直在脑子想着这个事情，因为我看这个老虎一直在转圈，一般老虎要转圈之前就是要想象的要做一些很大的事情，告诉大家对不对？对对。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再想问一下，帮我母亲问一下，1942年的马。你妈妈？对。42年的马。啊，你妈妈身体啊，不是太好啊。嗯。我告诉你，妈妈非常劳碌，整天在家里忙啊忙啊忙啊。对。停不下来的，什么事情都要管。对对，她就是那种操劳命。看见了吗？一直都很操心的。啊，你妈妈的关节不好。腰也不好，对，他最近开始腰有点疼，对，那他现在就是身上有没有就是不干净的东西，需不需要读小房子呢？你爸爸还在不在？
我爸爸还在，我爸爸是1945年的鸡。你妈妈有一个，就是你外婆和外公啊，有哪个特别喜欢他的？我看到一个，你别讲啊，我看到一个，好像是男的，过世的。那应该是我外公。嗯，是不是？我现在讲给你听啊，脸呢啊长长的，头发很少，走的时候啊头发很少，眉毛呢往上翘的。眉毛有点往上翘，然后呢跟你呀、啊、有点像，你的下半部这个嘴巴跟鼻子跟他很像，但是眼睛跟他不像。这个我没有办法来确认，因为我没有见过我外公，他很早去世。那我告诉你们就是了呀、啊、确认。你想不想晚上叫我叫他来看看你啊？要看到我就是确认了嘛，好了吧？还有什么问题？那我爸爸和妈妈有去。你要叫他给他念七张小房子，应该不够的，就是给你那个你妈妈身上的， okay. 就是身上的那个灵性，就是你的外公。Okay. 明白了吗？因为你妈妈经常会发无名火，对，看见了吗？我早跟你们讲了，每次发无名火的时候，就是你的外公在你妈妈身上的时候，明白了吗？很喜欢他的，不放心他，走的时候都不放心他，明白了吗？家里什么事情我就不讲了，啊，好吧。谢谢老好，谢谢。谢谢大家。你好，你好，我想问，本身的运气，本身的运气啊，哎，我以为听到你说，我想问我本身的阴气，哎呀，我一看你，看看几几年属什么的，1957年属鸡的，1957年属鸡的，我告诉你，你曾经做过生意和一个人。很好，后来两个人拆档，你告诉大家有没有？有。我告诉你，你现在人是很仗义，人也挺好，但是你生意一直不是很顺利。对。那我告诉你啊，你呢要注意，自己要注意两点。一点呢，就是有时候，比方说有运气来的时候，你不要玩得太厉害，听得懂我意思吗？知道。啊，因为你命犯桃花。台长那句话还没讲完呢，你老实一点嘛，否则影响运程，明白吗？好，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实际上财运还是有的。财运还是有，但是你心中不舒服，你干活干得不舒服，你明白吗？这明白就可以了啊！啊，你看他开心了，他知道台长了解他，我能说到他的心里去。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你还有一点，啊，你主要说前途，台长跟你说，你大概还有4年运程，比较好。所以如果在这4年当中你好好的抓住，可能你事业上还会有一个翻，如果你不好好抓住的话呢，说不定也就这样，明白了吗？你的感情运不好你知道吗？知道。你命中至少2次婚姻喽。对不对呀？对。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啊，听得懂吗？好，现在我告诉你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我的孩子呢？怎么运气啊？你如果有8个孩子，我给你看8个。没有一个。一个，大概，好不好？男的女的？男的。属什么的？几几年的？属猪。83年。只能大概看看，一个人，你们因为这么要照顾这么多人了，这么多人都想凑号，就是尽量少问一点。你问一个，然后呢，带一个呢，问一个问题。比方说，你想问问你儿子到底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他的做工的运气好不好？啊，做工运气好不好？几几年属什么的？83年，属猪的。
那我告诉你，心中压力很大，明白了吗？他现在做的工并不顺利，不开心，明白吗？而且他非但不开心，他在感情上也有纠葛，他对很多事情看不惯，实际上他跟你沟通很少，他不听你的，告诉大家对不对啊？对，反正我跟他很少联系。看见了对，来跟他很少联系，不是一样吗？你信不信啊？大不大？好，要叫他们呐、要念经的，叫他跟他儿子念姐姐咒的，不念姐姐咒的很问题很麻烦。好，你来吧。罗台长你好。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关于我的问题，我是1972年属鼠的，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工作和婚姻的日程。我可以告诉你，首先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你的感情运一塌糊涂，明白了吗？而且你经常会你就是结婚之前也好，结婚之后你不断的会有这些感情问题纠纷的，这是你上辈子的问题。因为你上辈子是个男的，你别看你站在这里秀秀气气的，你上辈子是个男的欺负女人，这辈子让你变个女人来被人家欺负，你明不明白？明白了吗？所以你要记住，你要念姐姐咒才能化解冤结。如果你不念这些咒语的话，你一直碰上了跟人家很好一段时间分掉，跟人家很好一段时间分掉，你的事业运实际上跟你的身体一样，不是太好。因为台长很明确地告诉你，你的身体不好，明白了吗？你觉得我身体哪个不好？你的内分泌失调，你睡眠不好，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啊？我睡眠好像还可以。你告诉我你几点钟睡觉的？你不用不着跟我讲，台长很多人自己不讲的话，台长全部能够告诉大家。我告诉你，台长人家说98%、99%，台长100%，我一点不客气。我不要你证实的，我看到的图腾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小姑娘，我告诉你，你压力很大，你内心很痛苦，你被人家欺负得很厉害，过去明白吗？你用不着在我得到这里得到证实的。如果你学佛，台长给你看；如果你不学佛，你去找算命的，他们也很准的，明白了吗？那我想就是，那我的婚姻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就是那你最好不要把台长当算命师，因为台长不收钱的，所以你最好台长告诉你什么你就说是和不是，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我不会，我看到的东西我不会跟你什么这里来套套你话的，你听得懂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刚刚看到图腾很清楚，你过去谈了一个很好的，吹了，你告诉大家是不是？那您说的是还是不是？也许吧。好啦，也许吧。好啦，我想问一下，那我身上有灵性吗？这种问题我一定回答你再问其他问题我不回答。几几年属什么告诉我？72年属鼠的。哎呀，腰也不好，颈椎脖子这里都不好。好了，我不想讲了，有灵性。你的一生我都看到了，我现在不会讲给你听。那我要读几张小房子？你现在要念21张小房子，好不好？好，那我读什么经比较好呢？你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红啊，哎呀，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穿上去，很好，但是你没有抓住，明白吗？我看这个图腾，你有点高傲。高傲啊，因为你的可能学历啊或者你的档次很高，所以你可能有点看不起人家，那当然没关系的。可能是应该有吧。没有，现在我刚刚看他那个图腾啊，他这个图腾他在转，一转一转往上跑，我就看他过去，
哎呀，真的也不错。现在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把你小房子把灵性抄掉。你抄掉之后，你身体会好；你不抄掉的话，你还会有麻烦。好，那我读什么经好？那你现在念心经，解开你心中的疙瘩，你知道吗？你对人家好，你得不到回报；你对人家很好，人家到最后也不对你怎么好。你听得懂吗？实际上你良心很好，你帮助人家帮得很好，但是呢，你得不到回报，你知道吗？因为你钱是欠人家的，很麻烦的这个事情。你要念心经，念21遍，大悲咒念7遍，然后呢？念解结咒，就是化解你的冤结，每天念21遍，都很短的。还要念一个经叫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念49遍一天。你看看你会不会好起来，好不好？而且台长告诉你，你不要气馁，因为我刚刚看后面看那个图腾显出出来有白光，也就是说会慢慢转好的。实际上你这个人性格很内向，很坚强，你硬得不得了啊。你呀，很绝啊，就是非常非常强硬啊，叫你低头很困难的，你听得懂吗？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你要一定要相信台长，我能真的能帮助到你，好不好？谢谢。我没有目的的，放心好了啊。谢谢。好，接下去。敬礼的卢台长你好，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想知道，我由何处而来，我讲去向何方？我好像耳熟嘛，我过去看过《西游记》里面，敢问路在何方？哎呀，那个啊，何方神圣？我告诉你啊，首先我看你是现实一点好。不要看你啊，我刚刚说了，你焉知不知生焉知死啊，我告诉你很多事情你都自己都不知道的，明白了吗？是。你这个人稀里糊涂过一生啊，台长现在马上感应先讲给你听听好吧。好，你图腾都不要告诉我，你的颈椎脖子这里酸痛，肩膀告诉大家对不对啊？对，明白了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人挺好，专门受气。是。做菜做饭挺好的，很拿手。对，厉害吧？再告诉你好吗？好。还有问题？你现在告诉我你几个孩子？一个。一个是吧？你感觉没感觉你这孩子有点讨债鬼啊？是啊。还是啊。儿女不是讨债鬼吗？啊，你记住啊，你知道吗？你有时候讲话太多啊，你知道吗？我造口业，我知道，我绑不住啊。造口业绑不住，哎呀，明白了吗？因为你造口业，所以你才会你得到有因果，因为你有这个因，你才会得到这个果，你明白了吗？好，明白了。好，还有个问题，你要注意妇科。你的妇科不好，你会长子宫肌瘤。我已经切除了。大家说台长准不准啊？哎呀，我就讲给你听啊，自身这些毛病啊，你听得懂了吗？还有啊，你有一个耳朵不是太好啊，听东西不清楚啊，你有时候人家跟你讲话稍微轻一点，说什么什么，有没有啊？有啊。我不知道是哪个耳朵呀。看见了吗？啊，我就讲给你听，你要记住啊！现在台长再帮你看得仔细一点。你属什么？几几年的？刚刚是感应。1963年10月，属兔的。哎呀，感情运不好啊！命中婚姻至少2次哦，应该有离婚的，你听得懂吗？我已经结了3次婚了。台
台长帮你看出来就有办法救你，好不好？好。啊，你要念经，好不好？好。我告诉你啊，你结三次婚，你现在这个老头啊，跟你缘分也不是太好，明白了吗？啊，要记住，这个缘分这种东西，就是说欠人家的，还了再欠人家又还了，你要改变你自己，你才能把下面这条路走好。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你不能走好下一条路，你听得懂吗？所以我告诉你，你记住啊，你现在身上台长看见有打胎的孩子，你没有抄走，你告诉大家有没有啊？有。我干脆多好，好，有了就能改，明白了吗？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我看上，我现在图腾看到的是两个，你听不听我的话，你一个先念17遍，还有一个念7遍，明白了吗？你先念这些经文，这两个，因为一个是讨债来的，你非但没把它留住，你还把它打死了，还有一个呢是来还债的，你听得懂吗？就是这种事情，所以你必须念这些小房子把它们超度掉，台长可以保证你念经的时候这些小孩就会来看你。好，好不好？一个17遍，一个7遍。7遍，对。 好， 好吧。好，你人挺好，下次要嘴巴说说好，不要再乱讲话了啊！我就瞅什么气不公，我就生气，我跟你说。你要记住啊，你生气实际上你是动因果，因为有些事情是前世的，你欠人家的，人家就欺负你，你说哎呀不对呀、啊，怎么骂？实际上你讲来搞来搞去，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了，你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实际上要忍辱清净啊，你听得懂吗？要忍耐啊，一个人要忍耐。当然了，你要是学佛学到最后连忍字都没了，那你就成功了。现在我对你要求就是忍耐，好不好？好。实在难过，自己一个人到卫生间去讲。好，谢谢卢太长。感恩卢台长为我们看图腾。我们的第二组号码是511-511-230-16-16-314-314-197-197-42-42。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卢军宏台长为我们看图腾。2005年生的，属龙。2000年，要那个脾气比我还大。哎呀，2000年属龙的是吧？我看看你这条龙啊。哎呀，读书不用功，对不对呀、啊？这条龙啊，贪玩，这条龙啊，飞不起来，明白了吗？你问问你妈妈，你是不是挑食啊？太对了。好不好？还有什么？我想问我为什么害怕坐飞机。他想问问他为什么害怕坐飞机，明白了吗？哎呦，我告诉你啊，你害怕坐飞机，实际上你不是完全害怕。当你坐上飞机的时候，你害怕只是一刹那，或者有一段时间。但是当然，当你坐上飞机之后，你会很兴奋、很开心，对不对？对。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你的前世曾经做过副驾驶员，曾经。
你死的时候就死在飞机失事上，所以你很会怕死，听得懂了吗？他过去是个男的，但是非常敬业的一个男的，我看见他戴个大檐帽做驾驶员，坐在不是开飞机的位置上，是坐在边上，所以我就敢说你是副驾驶员，明白了吗？但是你虽然怕坐飞机，但是你对这些飞行的模型啊、什么东西啊、玩具啊，你都很喜欢的，对不对啊？对。所以大家相信啊，人真的有前世今生的，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观点啊！好啦，小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啊？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妈妈？你妈妈是吧？我看看啊，你妈妈属什么的？我是1969年属鸡的。哇，你妈妈这个鸡好斗啊！哎呀，脾气倔呀、啊，厉害厉害！哎呀，过去跟一个人斗得很厉害啊，可能是你老公吧，或者是你过去的老公吧。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你跟他冤结很深啊。是现在的老公还是？你看台长说的对不对？看见了吗？台长厉害吧？我告诉你，我不要讲的啊！现在记住了，现在的还是走下缘，我看到的是你过去的，斗得很厉害。可是我就结了一次婚呀。那就上次那次啊，离掉的那次啊。我没结。你没有啊？那你过去谈恋爱谈过没有？谈过那个很深的，差点结婚的。鼓掌。我告诉你，在命中当中，只要结婚之前，不管你结婚不结婚，你跟他同居或者谈恋爱，感情好得不得了，在一年以上，对不起，就算离开了。明白了吗？好了。你自己啊，好好念心经好不好？好吧，心中解疙瘩，因为你实际上虽然你心中现在觉得还可以，实际上你心中的疙瘩很多，你很多事情放不开，你听得懂吗？听懂了。而且你要知道，你命中还犯桃花，就是人家喜欢你，你不一定喜欢人家。你看坐在你后面那个朋友已经在鼓掌了，人家都知道，你不讲我也知道。明白了吗？有时候来了嘛就来了，来了嘛善待，客客气气的，人家也是你前世的缘分，也不要把人家赶走，也不要把人骂走，好好客客气气，请人家吃杯茶，把人家送走，听得懂吗？好不好？我想问您，我是画画的，我在画画上将来会有发展吗？很难。很难。你看看你画到现在。你说说看，你坎坷多少？你说说看，你能不能传上去？就说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画家。那我努力呢。你用不着我讲的。你母亲是母亲的命，你是你自己的命，明白了吗？你现在最好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因为台长看你做工作很苦，很辛苦，因为我看你这个图腾做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么很认真地对着这么做，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两个手一起做的，我不知道。我用我画，我不是画家，你们画家是不是那个时候也要干什么的吗？对，我现在基本上没画画，因为都是在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希望能画画。看见了吗？你这样好吗？你台长教你的方法好吗？你想改变自己画画的话，台长教你个方法啊、哦，你自己呢，先呢好好的啊，念一念大悲咒，然后呢七遍大悲咒，念心经呢念21遍，然后呢念个大吉祥天女神咒，会保佑你呢能够转你的心意的。这个大吉祥天女神咒非常灵，好不好？然后呢你要念礼佛大忏悔文1遍，因为你过去有孽障。明白吗？每天都念是吧？每天都要念的。然后呢，你身上有灵性。啊，真的。身上有灵性啊，你没感觉到？
你没感觉到你很喜欢发无名火吗？有时候很开心的时候，突然间你想就不开心了，明白了吗？要记住啊，你再不说，你儿子都说了，妈妈说的是对的，听得懂吗？啊，你说你妈妈有时候突然之间不开心有没有啊？你告诉叔叔。嗯，突然之间不开心。嗯，有吗？对，好了，你自己记住啊，你的心脏要当心啊。你的心脏，你胸闷气急啊，你现在干的活很累啊，听得懂吗？嗯，谢谢台长。哎，老伯过来了，老伯伯。谢谢台长。好，你讲广东话，我是听你去讲啊。台长，这位国友他是1930年属马的，他想请问他十几年的胃病。我看看啊，30年属马的是吧？对。老婆婆，你告诉他，他的胃有点下垂，是小腹以下。他说对。哎呀，大院。老婆婆的腰也不好。啊，腰怎么办？你叫这个老婆婆要当心，她有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广东话怎么讲的？对不对啊？啊，鼓掌啊！哎，有声音啊，声音，声音。哦，西医已经说他有了。看见了吗？西医说有了，卢医生也说他有了。好，这个老婆婆，这个老婆婆蛮孤独的，因为她脾气啊，她脾气很倔。嗯，对不对啦？你讲啊。她说是。你替她讲了就好了。那个应该好啊，家呀。他说他要借口，他要开始吃素了。哦，借口要吃素了，大家鼓掌鼓励他。好，老婆婆，你现在听我讲啊，你这个命呢，你这个命啊是比较硬的，啊，你他的命啊比较硬，他有一点克人的，你听得懂吗？他有点克人家的。有啥子病啊？他说他已经病了30年了。命很硬的，我告诉你，老婆婆，你记住，台长告诉你，从你的图腾当中看见，你曾经过去有过杀业，杀业就是杀鱼啊、杀鸡啊、杀鸭啊，吃了很多的鱼，活鱼、海鲜，啊，海鲜，全部在他腰上，嗯，好啦。想请问有没有灵性？要念几张小房子？啊，这个老婆婆，我现在看见一个中年妇女，脸有点偏胖胖的，有一个中年妇女脸胖胖的，是过世的一个女人，她现在在她身上，问她要小房子。这个女人呢，我看看年纪不大，并不像她的爸爸妈妈，可能像她过世的有一个妻子。夫人还在世，他过去有没有一个女的？你问问他有没有一个女朋友，或者跟他很好的。哎，那不肯讲了，没办法了，算了。那个有一个女的，你不要去管她了，老婆婆好吧？哎，啊，你叫她念小房子21章。你问他做梦做到过没有？有一个中年妇女，他不认识的，脸圆圆的。啊，站在他的肩膀上。
啊，好，我告诉你，老婆婆，你念21张小房子，把它念掉，好不好？他还要请问，平常要念什么经？啊，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好不好？本人为什么做东西这么不顺利？你的子孙不是自身啊，你的自身啊，你的自身是吧？啊，你几几年属什么的？1998年属狗的。哎呦，又是个脾气倔得不得了的女人，你脾气很倔啊。有改了很多了。真正不像以前了，年纪大了，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改。你呀，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管呐，呱呱呱呱，嘴巴不停的讲。没办法啊，爸爸人不舒服，我要负担啊。哎呀，属狗的是吧？是。帮你看看身体还是看什么？你想？我想看看身体，还有我的事业。为什么做到好像很不顺？越老就是好像越做不到东西出来。你的生意不大，小生意。赚的钱不多的，而且你的钱留不住，你赚来就没了，赚来就没了。因为我赚的全部都是帮了人家，帮了之后就没有人还了。你看见了吗？对不对呀？还有啊，你也听我一句话啦。当心啦、啊！你自己台长看到你打过胎啊，有一个小孩子在你身上啊，有不知道是流产还是打胎的孩子啊，你自己要当心啊。那要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不管你啊。就是要承认不承认我不管的。不是，你要不承认，晚上我会叫他来看你。你相信不相信？院长讲得出来，当然是有。有有了就给他念小房子念掉。念9章就可以了。9章，好不好？你记住啊，你跟爸爸妈妈的缘分啊比较薄啊。比较薄。哎、啊，明白吗？你是孝而不顺呐、啊。啊，明白了吗？那我想问问看，我自身为什么好像整几十年来这边痛那边？你想想看，你身上有一个小鬼在，你能不痛吗？你想想看，他不离开你，他整天弄你，你能不痛吗？台长为什么跑上来就说你身上有一个灵性啊？你听得懂吗？听得懂，谢谢。哎，啊、哦，要记住，从此以后嘴巴不要乱讲人家。啊、哦，你这个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脖子这里颈椎都不好。啊、明白了吗？你有一个肩膀特别酸痛。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当心你的晚年肝也不好。肝也不好。哎，你现在很累，每天早上经常就是爬不起来。实际上你这个地方肝区经常会有点痛的。你台长看你有。对。台长看你这个肝已经有脂肪肝了。明白了吗？你可以去查。医生说你会有脂肪肝的，因为看你这个肝的肝区边上有一层薄薄的白颜色的东西，那就是你的脂肪，明白了吗？啊，你自己要当心啊、哦！而且你的命很硬，虽然你什么都不顺，但是你很坚强，一直很努力的在活着，而且不怕苦不怕累，对不对呀？我呢，其他不想多给你几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多念心经，因为你曾经造过口业，你最早是一点不相信的，有人来跟你说菩萨的事情，你曾经讲过坏话，所以这个就是你现在的报应，所以你的生意就不会很好，明白了吗？还记得起来吗？
有人来劝你信佛什么的，他说我不相信啊，我就自己这么做做拜拜佛就可以了啊，搞什么什么东西啊？告诉大家有没有啊？很久以前的事。很久以前，我告诉你什么叫报应啊？过去种的因，现在得的果。什么叫报应啊？报应就是过去的事情。做了现在才有，你想想看，很多人台长可以看出来肺癌为什么不好啊，因为他的癌症是怎么来的，因为他是过去抽烟，他现在不抽烟了，他过去抽的，所以他现在的肺才不好，并不是说你现在不抽了你的肺就好了，对不对啊？好啦，谢谢院长。好，谢谢您。妈妈好。我母亲叫于金花，人胜于，金子的金，花，朵花的花，于金花60年代过世了，于金花是吧？他曾经托梦过，托给我女儿。于金花，于金花，不好，在地府。地府。地府并不代表受罪，不是地狱，听得懂吗？地府它也是一个，我们说阴间，阴间实际上就跟阳间一样，我们活的世界叫阳间，阴间就是在地下，实际上他们共同存在于三度空间，三度空间里边实际上拥有阴间和阳间，就像一个电视机一样，今天 channel 9 channel 7 channel 2， 它实际上都是不同的频道，我们同样活在这个地球当中，活在这个空间当中，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人死了之后他是不会死的，他灵魂一直存在的。老妈妈我告诉你，我看见了于金花，人还可以走的时候穿的是花衣服，你们给他做的寿衣，告诉大家对不对？记不得，那是66年的。对，寿衣是一种像中国唐装一样的衣服，是不是啊？那阿正明，你们是一起的，你妈妈，你看看，看见了吗？台长还去告诉你了，你不像你妈妈，脸不是太像，明白了吗？还有啊，你看他哥哥又说对对对了，他什么都还有。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你应该赶快给他念小房子，把他抄上去。你如果不给他抄上去的话，你有点对不起他。我可以告诉你，他为你付出太多太多太多。这个你可以说对了吧？是他托梦给我2个女儿。他说要钱，他说每个月要给他什么200英镑。看见了吗？你们这么算，每个月200英镑，台长告诉你们，一张小房子平均是3万多澳币。你们算算英镑，我不会换算，当然大家不要把汇率放进去就可以了。你算一算，如果200英镑应该念几张小房子？老妈妈，你们慢慢帮他算，真的，这是真的事情，好吧？每个月200英镑就是每个月念几张小房子。妈妈明白吗？但是如果你不给他的话，他现在会经常弄你了，他会让你身上筋骨全部痛酸痛，关节不好。Yes。 哎呦，英文都出来了。哦，英国来的。 Yes。 哎呀，好吧，老妈妈。好的。你记住啊，你这个人啊很有造诣，很聪明，但是老妈妈，你听我一句话，你气量太小，你很多事情不肯忘记，过去谁对你不好你也不能忘记，明白了吗？你好几个孩子来还债，你知道吗？你的命硬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了，我现在我刚被雷听懂了。好吧，好吧，老妈妈记住，一个是腰不好，还有肠胃不好，还有睡眠不好。第二个问题，00年的龙，男孩子，学习还是什么问题？是00年的龙？视力问题还是有身上有什么东西？现在11岁吧。
我告诉你啊，这个零零年属龙的，小孩子现在身上有灵性，是吗？啊，你跟他是不是住在一起的？是。你问问他，经常你们家厨房听见有没有声音啊？我也不知道，我没注意。啊，你听听看，你们家有一个灵性，是吗？啊，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嗯、啊，是谁啊？你有我又不认识。男的还是女的？男的。想得起来吗？嗯、啊。那、no, 不是太瘦，脸瓜子有点瘦，这里有点削进去的，啊，脖子蛮长的，眉毛蛮浓的，有点往上跑。爷爷，啊，那就是我公公在他身上。对了，可能是你公公在他身上。啊、他跟你前世的缘我就不想讲了，你爱他爱得不得了。我不想讲了，这个小外孙啊。哎，对呀，但是现在我不正明。好不好啊，老妈妈啊、哦、那么给他抄小房子。要小房子多少张？给他念21张。21张好吗？这小孩子前途有的，以后还能做什么 supervisor 之类的啊，我没那几本知识，管理管理，因为他这么小，你们就证明他已经很会管事情了，家里什么事情他都要管，对不对啊？不是智力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就是管的太多了，你相信吗？我告诉你，管的太多了，想的太多了。我看啊，没关系的，你放心好了，大概还有2年半时间就会转变。他现在脑子这个地方魂魄不齐，你能每天早上给他稍微叫一叫吗？没有。你给他叫，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孙子某某某能够魂魄归生。那就是要我自己来做了，他妈妈也不信，爸爸也不信，是吧？啊，那就没办法了。是。不信了，你信了就好了。你要他好了，要他好了你就信了，好不好啊？谢谢。好，谢谢老妈妈啊。台长你好。你好。啊，那个特殊人物嘛，一进来就鼓掌。我想问一下，41年的蛇女的。那，先讲你好的地方，先讲这个人好的地方啊。在他的后尾部已经有一团光，看出来是佛光，这个人一定有修念经，明白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条蛇非常辛苦，对，干什么事情都很辛苦，对，老有阻力，因为这条蛇粘在泥土里面出不来，头拼命的还往里面钻，也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他比较执着，明明这个生意应该转换了，他不转换，继续往前钻，所以他会吃苦头，而且虽然能够成功，但是非常的累，听得懂吗？啊，就是我婆婆。啊，你婆婆是吧？啊，我告诉你，她很执着，性格倔得不得了。对对对。啊，明白吗？台长，能讲一下他身体吗？因为他现在就是病重。几年？41年的蛇，他现在。你有两个方法，你如果你不告诉我什么地方，台长呢就帮你反反的看一看。他是那个中风，然后。如果你告诉我地方，我可以帮你看仔细一点。嗯，是脑出血，然后中风，现在就是比较稳定，但是不能讲话。你婆婆是吧？对。中风是右面，是右面手好像不能动，是一侧不能动，对。我告诉你，他现在大小便有时候也不是太好，他不能自己控制，看见吗？
那他现在实际上台长看他是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对对对。啊、嗯。对，是，就是那个地方，出血。我帮你伸进里面看啊！我告诉你，他的血管破裂的不多，当时是昏迷的，但是后来又醒过来了。对 对, 对。破裂不多，他曾经有过小中风。对对对对，特别对，没错。大家说相信不相信啊？小中风就是血管先粘住不通，后来才出血的。没错没错，你明白吗？台长看得出他两次的有结。没错没错。嗯，脾气很倔。就是第一次那个中风，大家没注意嘛，家里人，然后后来才，就是很。我想问问看，我想问问看，他今天在不在啊？不在。在。那我讲给你听有关系吗？没关系，我讲了。他现在几岁啊？是，70吧。啊，你不要告诉他，我可以看到他还能活几年的，但是你不要告诉他。好。好吧，因为你告诉他，他肯定到这个时候就走掉了，明白吗？最好不要告诉他，好吧？嗯，看啊，现在几年几岁？第一年的蛇，七十岁。七十几啊？七十。啊，这个病已经有一点时间了，是好几年了。嗯，哦，还有一点时间了，一直给拖了，至少可以拖到74。还有四年。是我念小房子，还有放生，把我婆婆救了，因为观世音菩萨在梦里跟我讲。像这种很简单的，如果你不念小房子，你不把他救了，我可以告诉你，上次这一次他肯定走人。是的，是的，他本来医院已经发病危通知书了。大家说对不对啊？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不信是不行的，不行就人走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你不看见的东西，你不相信它是不行的，它就是存在。好了，我告诉你，你好好救他，要把他放生，你要给他放1000条鱼。中国放生很有条件，实际上我们在海外放生呢，它都比较难。对啊，在中国，哎呦，一点钱买一大串鱼了，1000条啊。一定要买比较大的啊，不要买小的。好好，就是请国内的人放生也可以是吧？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你给钱给他，让他放。一定要1000条。好，放生延寿最快，所以我告诉你们，杀生折寿最快，所以千万叫你们不要去杀活鱼、杀活虾的，大家明白了吗？台长，我再问一个，33年的鸡，男的身体？啊？33年的鸡，男的身体，麻烦你了。哎呀，这个鸡很执着，明白了吗？是我公公。是你公公，非常执着，脾气很大。好，过去做的不错，家族不错的，有点钱，明白了吗？看一下身体。啊，腰部这里腰椎骨下面都不好，他以后关节炎，这种身体是最麻烦的。有观音，还有告诉你，他的心脏要叫他当心。嗯，高血压。我告诉你，胸闷气急啊，他呀比较容易激动。对。啊，人挺好的，手很能干，很巧，在家里不肯停的，什么都帮着做，修修电灯啊，修修马桶，什么都会。是是是，自理能力很强。鼓掌啊！啊，你们再不鼓掌的话，台长不看了，看不动了。啊，大家给他的鼓励啊，听得入神了都。啊，台长把你们当成1000人在鼓掌的掌声，再同学们响一点要听。好，谢谢大家。哇，看见了吗？这样的话，你们才有机会啊！我再给你们看。你好，卢台长。好。卢台长，上海人吧？我是你老乡。是不是？我生在上海。我想
想问一下，参军大夫看的一样，也不能说老乡把你看出一个大花花园出来。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老公呢，就是事业能上到一个什么程度？还有他身体怎么样？几几年属什么的？69年属鸡的。好，过去有一段时间非常好，我告诉你呀。老公在不在？在。嗯。蛮好的，蛮好。讲出来其实也没关系，讲出来呢，实际上就是老公有点犯桃花。明白了吗？犯桃花嘛，他又没有去犯，就是桃花来了，人家欠他来对他好了，他又没对人家好了，对不对呀？啊，鼓掌了。台长没办法，有时候人在也得讲几句好话啊。我告诉你啊，你跟我老实一点，听得懂吗？你的嘴巴太厉害，人太厉害了。你也是的，明白了吗？还好啊。嗯，还好，就是你说的，台长说的，明白了吗？还有，你的老公事业还会进步。但是呢，他的整个的财运是起伏跌宕起伏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明白了吗？身体怎么样了？哦，就他老婆。对，说了完整的啊，好，看见了吗？哎，他这样来的话，台长给他说看看，啊，回答的响亮。我告诉你啊，要记住啊，你呀、啊。人非常的豪气，做人非常的仗义，但是你犯小人，经常有人要搞你，你听得懂吗？台长，我已经这个事儿呢，我刚才啊准备了三个，您呢正中下怀，说的正这样，所以呢您觉得应该怎么整这事儿？是吧？这个趋利而避害。趋利而避害，怎么能趋利而避害？哎、啊，犯桃花嘛是比较厉害一点，啊，明白了吗？而且感觉还特别好，哪有人找我？啊、明白了吗？所以我打死都不说。看见了吗？打死都不说，在台长面前不得不说。说了也得白说。啊，说了不是白说。啊，我告诉你，你都多念心经和解结咒，因为当一个缘分来的时候，你多念解结咒可以把这个缘分化成善缘。因为很多女的也好，来喜欢你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开始是喜欢你，实际上有的是问你来要债，有的是来还你债的。但是呢，要债之前一定是先还你债的。还你债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哎呀这么好啊，哎呀喜欢呐、啊。很有魅力啊，然后你就跟他好上了，好上之后，接下来呢，你就开始钱币出去了，啊，明白了吗？接下来呢，这个出去那个出去，然后呢，麻烦就来了，再碰上你这个老婆又不是啊，又不是省油的，你说呀，对不对？你告诉台长，你老婆省不省？我老婆呢，她其实不怎么省油，就省钱。她呢比较费油，但是比较省钱。她特别喜欢，就是说，所以我也很欣慰。对了，我刚告诉你，你要记住，你想节约灯油钱，你就老实一点。明白了吗？铭记在心。啊。那个念解结咒49遍，49遍，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冤结，好不好？解决这四种。再请问您啊，过来一点点，哎，过来可能再请问您的问题就是那个身体状况怎么样？身体状况？身体状况是吧？嗯，看看啊，那告诉你啊，要注意啊，第一。你的内脏啊，你的肠胃很不好，明白吗？第二，你的肝区，台长看有黑影子，不是太好。还有你的腰不好，还有有道理。还有你的血压，还有你的心脏，我讲的这是晚年的，
你虽然现在没有心脏病，但是我可以明显的告诉你，你晚年一定会得，因为你的家族里面有人心脏病。你想一想有谁，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之类的。我告诉你，你的胸闷气急现在是逃不掉的，一不开心就发脾气，而且你脾气很大。你可以开心的不得了，但是你可以伤心的不得了，听得懂吗？要记住，要记住啊！旁边有人记，好嘞。你叫他记住，他会好好照顾你，明白吗？其他的呢，要记住，还有你的大肠肠胃不好，大肠的肠胃啊，他经常就是大便什么都不是太好。一定要当心，好吧？其他的呢？台长觉得你们还有一个问题，你有一点小的忧郁症。你不要以为你很潇洒、很开心，你讲笑话。但是台长告诉你，你经常会发呆，想东西想半天。第二，你记忆力越来越差。你说对了，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有点失忆的感觉，经常是觉得自己特傻，看见了吗？感觉特傻，有失忆的感觉，大家看到了没有？还有思想不容易集中，这个三个在医学上都可以称为忧郁症的前期病灶。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心中再放不开，你再想的太多，你很多事情放不开的话，你慢慢慢慢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台长看到你的晚年，你就会这样。希望你现在真的要放开，不要太执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得开一点，好不好？记住没？记住了啊！好，台长，最后一个问题再请教，小问题。没有的，你又不听他话了。没有的，他在边上呱呱呱呱叫，但是没用的。你根本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他说他的，没用的。你怎么说那么对啊？好啦，台长，最后一个小问题，1935年属猪的是我母亲，请您给她这个说说大概情况啊，怎么能多给老人家带点福报？三几年的？1935年属猪。啊，这个老人家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想不通，脾气大，依旧。很容易依旧，动不动就讲过去的事情。对，这个追忆似水年华，说的比较多的不开心的事儿。哦，他老说一个过世的人啊。对，这个过世的人已经在他身上了，是吗？啊，对，没错。经常讲他。这个刚才那个是你妈妈是吧？刚才是我妈妈。可能是一个男的，台长看那个样子像个男的，长什么样？长什么样？还我讲吗？你看看照照镜子。就是他的一张照片是吗？你像不像他？很像，比较像，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像妈妈，但是呢，你说没错，那是我父亲。你告诉大家，台长说的准不准啊？好准了，明白了吗？好准了，好了。那应该怎么做？赶紧给他念小房子，否则你妈妈身体不会好。几个？嗯，要给他念17章。17个。啊，叫你妈妈念心经，每天7遍。你妈妈现在经常的记性不好，而且嘴巴里唠里叨叨，而且经常会发脾气，很不开心。明白了吗 ？OK， 谢谢。好。再见。尊敬卢台长，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本人健康问题。健康问题。你如果还没有相信台长呢，台长就帮你看一看。如果你相信台长的这个功能呢，如果你身上出大毛病了的话呢，我会用气场升到里面去看，否则呢，我就帮你大概的看一看。相信。
相信的话，你如果没有大病，我就给你慢慢的看。如果你有大病的话呢，你最好告诉我哪个部位。目前没有。没有。好，几几年属什么的？第二属虎。我告诉你啊，首先你从这个位置到你下腹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不舒服，就是肠胃，或者就是胆，或者是肝，或者是那个小腹肠子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肠子这个地方，尤其是靠大肠这个地方有黑气，台长看得很清楚了。你这个肠子以后一定出毛病，消化系统不太好。你应该好好的念21遍，如果你能够相信的话，你应该念7遍大悲咒，7遍心经，一天还要念那个叫礼佛大忏悔文，念1遍。台长看出过你好像有杀业，杀业是什么呢？就是你曾经杀过鱼啊什么东西，或者你钓过鱼吗？你告诉大家钓过鱼。对，钓过没有？小时候是渔民，看见了吗？那台长帮你讲的仔细点啊，实际上你在中年的时候，青中年的时候，你曾经在做生意当中或者做事业当中有一次出了一个很大的差错啊，就是等于讲得好听一点的差错，讲得不好听的就是被人家骗过一次，就是钱上面。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对。人很好，很仗义，身体基本上其他地方还可以，就是要注意小腹这个地方还有泌尿系统要当心，好吗？因为台长看可能会有肾脏的问题，肾脏可能还会有问题，明白吗？腰肾脏可能还会有肾结石，好不好？还有你跟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缘分很薄，对一个很好，对一个很差，这个没太大感觉，没太感觉。你想一想，你是记住从小谁对你特别好，而且这个人呢身体不是太好的，你爸爸妈当中有一个身体不是太好的人，这个人跟你缘分比较深一点。那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应该每天给他念一点大悲咒，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让他能够好好的身体延寿。你最好给他放生，好不好？你妈妈人挺好，好吧？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病。实际上，你们的家族的寿不短，就是说你的外婆啊、外公啊，寿也蛮长。是的，鼓掌。又没声音了，哎呀，讲不动了，哎呀，好了。另外，我再一个问题。好，69年属鸡的身体状况，女的。只能看一点点了啊，就看两个，这么多人都排不上了。69年属什么的？属鸡。身体状况一般，她的咽喉部位经常咳嗽。不舒服，还有一直到这个部位都不是太舒服，明白了吗？正确，正确。这简直是数学考答题嘛，还正确100分的。好啦，好，谢谢，好，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为我们看图腾。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第三组号码是293-293-265-265-1号，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卢军宏台长。谢谢。台长这次到德国来啊，听见很多人都灵了，有的念的头发都出来了，有的念的身体几十年的病啊，老病都看好了，台长真的开心了。好，你说吧。吴台长你好。你好，请问一下，一个97年的牛，它的图腾，它是什么颜色？有没有灵性？97年是不是这孩子啊？14岁的，14岁不是他，是男孩，我儿子。
九七年属什么的？牛。男的女的？男的。想问什么？图腾它有没有灵性？图腾的颜色？你有没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或者你的就像你年龄差不多的一个亲戚过世的有吗？不知道。比方说你的阿姨呀、啊，就是年纪不大的时候过世的，家族里边。不知道。有一个女的，中年妇女在她身上，你能不能帮她念点经？可以。好吧，这个孩子现在经常的不大讲话。对。明白了吗？要多少张小房子？给他念24张。好吧。行。给他好好念。你们家里风水不好。是吧？你们家台长看出去的风水，房子当中的地方比较暗。两边还有点亮光，是不是因为壁炉的缘故？哦，我就看见当中有一根东西啊。对，一个壁炉的烟囱。看见吗？台长看见他家当中有一个东西，风水不好，挡住他正门呐、啊，厉害不厉害？哎，壁炉拆掉了，倒霉的，影响风水的，明白了吗？哎呀，你家在哪里啊？在帕德国，在北，在德国是吧？德国，对。看我德国路都不认识，台长要去就能去，啊，好。请您看他那个胸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个灵性是不是在胸部？就是刚才属牛的是吧？对对对对。好，乳腺，乳腺方面有问题，在这个左乳腺的当中啊。嗯，我看不出，就是因为心脏不是跟乳房差不多的吗？就是在这个位置，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在这个位置，明白了吗？有一个小点，这个小点有可能是不好的，可能是增生，明白了吗？医生可能会叫他动手术，但是呢，我告诉你，你最好的方法，你每天给他念49遍大悲咒，念7遍心经，然后呢，给他念小房子，全部加起来108张，但是一个星期念2-3张，你叫他这么不停的念，还要放生，还要许愿，说我这辈子初一十五吃素，我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你看看，你慢慢慢慢的看看会不会好起来，而且慢慢的说不定会没有了，就不要动手术了，好不好？谢谢。再问一个问题，47年的猪是欧洲人，德国人，能台长能不能看一下他的图腾，身上有没有灵性？因为他是医生，我估计他可能灵性不少。47年属什么的？猪。啊，这个人麻烦的，孽障很多。是吧？孽障很多。那应该怎么办呢？他应该念主礼佛大忏悔文。他是德国人，怎么念这个问题？啊，德国人照样念，上面有拼音字母的，他照着这样念，一样的，明白吗？他不行的话，你帮他念，明白了吗？台长告诉你啊，哎呀，不要说德国人了，刚刚早上台长还收到我们电台里给我的那个 email。他上面写的是什么？有位墨西哥的同修是医生，度了几个西人病人，将台长的法门和经文以及小房子翻译成西班牙文，叫他们念，有的一念就会背了，有的念了大悲咒浑身发热，有的念了他的莫名的那个叫什么啊？莫名的奇妙的流泪，有位西人更灵验，念小房子之后梦到了圣母2次，因为这两位西人是信奉天主教的，一次梦见圣母是闪着金光，另一次是圣母送给他花，这位西人非常高兴。这是今天早上他们传给，从电台里传给台长的。你想想看，人家墨西哥人念
西德的人不能念啊，一样的，一定能行，好吧？不行你帮他念好不好？在一个我告诉你，你这个老公啊，就刚才那个老公啊，脾气很大，脾气他闷脾气，闷脾气不叫脾气啊？你们告诉我闷脾气算不算脾气了？好了，明白了吗？短短的问题好不好？1982年的狗，他的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好，谢谢谢谢，给人家点机会啊。台长来自不容易，尽量给大家多看看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苦恼。小弟你讲。台长你好。啊。我是82年属狗的。啊。去年我太太打通过电话。您当时给我看过，说我有个很大的灾劫。我想先看看这个灾劫过了吗？台长当时帮你看图腾了，是不是？对。说灾劫是什么时候？没说时间，就是有个大灾劫，然后说我怀才不遇。啊，怀才不遇嘛，肯定的了。你这人嘛，肯定怀才不遇。你这人性格闷闷的，又不愿意讲话，人家怎么理解你啊？对不对啊？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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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82年属狗。哦，82年属狗的，人倒蛮老实的，而且你一直会有点 power， 就是一直会有点权力的。虽然你没有特别大的权力，但是小权力不断。是是是是。哎呀，真的是，一直以来都是。明白了吗？明白。而且我告诉你，你呀、啊，这个人啊，有机会上升，但是呢，你的嘴巴有时候呢比较。讲话不当心，是罪人。是的，台长，这个我妻子经常跟我说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得罪人你就没上去，你知道吗？有一次，对，犯小人呐、啊，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啊，你现在给你看看有没有劫啊？你告诉我你几岁啊？82年属狗，29岁，马上快过生日了。好吧，还没过。还没过。你摔过没有最近？摔没有，但是前一阵子突然间肚子剧痛，而且我肠胃也非常不好，肚子剧痛。剧痛？是你过生日前的3个月吗？对对对，大概是。是不是晚上？晚上凌晨4点。好了，过了。谢谢。你念经念的。是。你是不是念经狂念呢？对，因为最近这半年妻子生孩子，所以说有些经文我只能走路啊开车都念，只能是都念的，这没有办法了。因为什么话还没办法呢？不是，这人怎么这样？不是来人呐，把他拉出去。以前的时候是每天早晚都念的，尤其是晚上。后来妻子生孩子忙的话，只能是平时的时候肚子。我给你太太看过肚子里的孩子吗？孩子没看过，但是在孩子出生前几个小时，我的德国同学也是一同修，他做过一梦，他就在那个之前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在生孩子前说你放心吧，他说我梦到孩子去台长那取经了，拿个金光闪闪的经文回来，我们当时非常非常感谢。那是台长的法身。谢谢台长。然后孩子非常平安的降生了，到现在孩子成长得非常壮实，医生也看了之后，因为在孩子怀孕之前那个期间之前的话，妻子每天给他念经的，大概到星期六。哎呀哎呀哎呀，台长帮很多人看，你们上次没有听到录音，台长曾经看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在肚子里，结果台长看见他的脚朝下头朝上，结果他做 B 超，医生说一模一样，结果台长做了最后的时候，台长说头不下来了，医生 B 超超出来头也是下来的。台长想问一下，刚刚您说的我说话不注意，然后我应该，你这个人说话说你文质彬彬的，你带刺儿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喜欢阴人家，明白了吗？对，我怎么来改变这方面问题？坦白从宽啊。对的，是的，是的，本人说话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一定要改变自己，明白了吗？
第一不要阴人家，阴人家会有阴报的，所以这个人讲话老操人家不好的，地府都给你记账的，明白了吗？当然吵架更不好啊，啊，你这个人不算坏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好好的修，你只不过颈椎脖子这个酸痛。对，这两天尤其肩部特别特别痛，还要了不起？是要烧小房子？好好的烧小房子。多少张？烧小房子，我看啊，那你一共49张，你7张7张烧。一共49，7张。好吗？好的好的。台长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气量大一点。好好。不要斤斤计较人家讲话。知道。明白吗？包括你老婆。啊。明白了吗？明白。气量小，太大了啊，太小了。啊。台长还想问一下，我的母亲，她是57年属鸡的，我想问她的心脏。哦，他的心脏有一段时间了，是一直早搏。对。这个是。哦，等，看见了，看见了。你母亲，我想，我现在看到这个女的，我讲给你听啊。啊。你看看是谁啊？啊。那个脸呢，略胖，头发往后梳的，眼睛蛮大，眉毛不是太粗。是我妈妈，啊，那就没关系，是你妈妈是吧？是，那是我看到她的本人。如果这个不是你妈妈的话，那一定是灵性在你妈妈身上，明白吗？明白。但是我看见你妈妈穿得很朴素，不是很花的。是的，是的，是的。鼓掌。啊，台长跟大家就像朋友一样，因为这个都是大家讲讲心里话，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苦很难诉，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很多的苦都不知道咋回事，现在台长告诉大家了，大家都开心一点，因为每一个人开心的话，实际上他的事业运也会顺利。在中医上讲，就是调节经络，打脱经脉。实际上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他经络都是很通的，他的事业运就会顺利。所以告诉你们个窍门，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一定不会顺利，事业也不会顺利，命运也不会好，所以尽量少生病。谢谢。还想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了我身上那些毛病，我应该怎么来调整经文？你现在大悲咒要念7遍，心经要念21遍，礼佛大忏悔文念3遍，准提神咒最好要念49遍，然后你还要加一个经消灾吉祥神咒，因为你这个灾过去了，你还会有灾。你这个人我不大好意思讲，多灾多难。你自己想想小时候是经常磕磕碰碰的。明白了吗？明白。谢谢台长。谢谢师父，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我不问自己。起来吧，起来吧。啊。谢谢。嗯，我不问自己，我先问一下，先父，就正良才他在哪里？姓什么？姓正，官而正，良好的良，才能的才。正，良好的良。哎。才能的才。对。正良才。01年去世。名字改过吗？没有。正良才。你爸是你爸爸是不是啊？对。告诉你，到阿修罗道了。啊，谢谢。你念的小房子。我跟我妈在念。念了很多章，把它抄上去了。谢谢。你爸爸非常好，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你妈妈有点欺负他。您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要命了，白说了。我说你爸爸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人非常好。对。你妈妈有一点点欺负他。没错。哎呀呀！好了，第一个问题看完，第二个什么问题？问父亲，再问一个婆婆，她34年的狗，她现问她一下，现在身体身上有没有灵性孽障？要念多少张小房？婆婆是吧？对。属什么的？34年属狗的。34年属狗的，看看啊，34年属狗的，婆婆活着了，还死了了？在呀。啊，在是吧？啊，34年属狗。
你想问他什么讲吧。问他的身体灵性有没有孽障。有孽障，他的孽障在肚脐眼这个地方，所以他台长看见他是生孩子的时候落下了一个大病，他曾经生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很危险。哦，这些他没有跟我讲过，但是他现在身上有那个叫带状疱疹，很痛苦。跟这个没关系，你去问他就知道了。行，我问他。你妈妈一共生了几个孩子？是我婆婆。啊，你婆婆啊？那婆婆你不了解她。对。你一问她就知道了，她生了几个孩子，有一个孩子难产，很危险，那个时候落下的病。好。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大块不好了，黑色的，明白了吗？好，我问她。好吧。行，那她现在这个身体，是灵性还是孽障？我应该怎么念？孽障病。念多少张小房子？给他这个活宝，给他蛮多的，一共要87张。但是87张你给他慢慢念，好不好？好。嗯，叫你这个婆婆能不能念一个叫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呀？好，让我小叔子念吧，因为他信、好吧。好，你让他念这个经，让他如意的，因为他现在实际上心里很不舒服，他有很多难过的事情。对。他很不舒服的。对的，台长看这个图腾倔得不得了，这个图腾、没错，婆婆是很倔很倔的。而且她不开心，很多年轻的时候都不开心。是，谢谢台长，谢谢关心。他忘记不了的，年轻的时候那些事情，听得懂吗？不能再讲了，再讲麻烦了。好吧，再见啊，再见。哎，你好，卢台长。你好。就是96年属老鼠的。96年属老鼠的。嗯。96年属老鼠的是吧？对。你想看什么？看他的学业和身体，还要看他胆率。哎，你不要讲了，麻烦了。我告诉你啊，从这个图腾上看出来，他的爸爸妈妈两个人关系啊，经常会争吵，小时候就打打吵吵。你听得懂吗？听得懂。这个孩子从小就害怕，所以呀、这孩子已经有一点自闭症了。听得懂吗？你告诉大家，台长说的对不对啊？是。明白吗？明白。因为爸爸妈妈脾气都很倔，啊，到前面来，可能你来说。你的爸爸妈妈，就他的爸爸妈妈都很倔。你现在有一个方法能救他，每天给他念21遍心经。心经。而且还要给他烧小房子，小房子一共要给他烧14张，这是第一波，接下来要不停的给他烧，明白吗？还有要给他念姐姐咒，化解他的冤结，好不好？好的。还有要记住。啊，如果你们要吵架的话，那小孩子不要在他面前，好不好？谢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他的父亲是69年的一只公鸡，他的图腾就讲属鸡的不好吧，一只公鸡，铁公鸡啦，好可怕的，好可怕的铁公鸡，这个我看不出来的。铁公鸡我看不看了，我给你看看啊，69年的是吧？哎呦，你们想不想听听台长看见什么吗？想给你们听听玩玩，台长有时候很好玩的。我告诉你啊，有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个事情发生，你们知道日本上次海啸啊，海啸不是很多人就说，哎呦，会不会日本人造孽啊？台长啊，是什么什么报应啊？台长呢就好玩，我心想我看得见的吧，我就看看看会不会前世有当过兵的、杀过中国人的那些人，在这个岛上有没有啊报应？结果台长看了，你们知道有没有啊？真有啊，很多啊，都是转世的。你看看厉害吧？所以不能做坏事的，恶有恶报，这绝对是的，善有善报。那么现在我告诉你啊，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记住我一句话好吧？啊，现在他这个鸡一看他在图腾是这样的，
鸡翅米应该是这么吃吧？你知道他这头怎么吃的？你说这个人贪不贪啊？贪不小气啊？他的人肯定小气啊，这个鸡啊头就这么吃，明白了吗？所以他什么都不舍得的，他不但小气，而且他不舍呀，你明白了吗？啊，告诉你啊，对自己他也不舍得，不是说话都没开，开着开着，啊，好了好了，讲吧，开吧，等一等。你们换来换去干什么了？开开着话筒开一开，啊，你就说，再告诉大家，非常正确，对不对啊？非常正确。哎呦。那么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给他念心经。心经。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先生能够开智慧。你不能说保佑我先生大方一点。听得懂吗？他们家祖传的。能够让我先生开智慧。你说什么？哦，家祖传的，那你这个就不好了。我告诉你啊，冤冤相报何时了？你讲人家祖上，这不好的，听得懂吗？所以我告诉你，越讲他，他越小气。我告诉你，你以后连汤都没喝了。哎，吓坏了吧？待会就去念姐姐咒、礼佛大忏悔文去。啊，谢谢。啊，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69年属鸡的，是他就是身体和事业的情况。69年属鸡的是吧？对。看看啊，69年属鸡的。是女的。事业，事业和什么？身体情况。他的头部啊有问题，头部啊会头痛、失眠。会头痛，告诉大家对不对啊？非常正确，尤其是他打我的时候，我接下来几天会头痛。对，像头像炸开一样。是的。明白了吗？明白。有灵性啊。哦。啊，念经吧，好吧。好。很简单，17张小房子。17张。好不好？你能不能念点消灾吉祥神咒啊？好，可以。还要念礼佛大忏悔文3遍。我自己再念。好不好？17张。那么3遍属老鼠的是多少张？他们帮你记下来，待会儿他们会告诉你。好，好吗？事业，哎，事业，还有事业还有很辛苦，赚钱赚得很辛苦。你不要想，很多人赚钱很容易，你记住，你赚钱很辛苦。非常辛苦，只要能努力100，能得1分，我就很满意。哎，看见吗？很辛苦，好。哦，你就是那个南美过来的，是我的朋友。啊啊啊！感谢陆台长，感谢观世音菩萨，感谢各位所以是我的南美中的朋友，他抽的号，他给了我。啊，他给你了。我很感谢他。啊，你说吧。我激动很，这个机会真不容易。我是63年属。吐的，对，来自巴黎。我学卢凯章法门以后，也很多的灵验，很多的我身上的病，我家里人的病什么都好了。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非常困惑我，我也念很多的经，很多的小房子，但是我怎么样都改变不了我在巴黎这个不好的姻缘。我想你不要讲的，你一算上来，台长脑子里就跳出来两个字，姻缘，逃都逃不掉了。我告诉你，你讲吧。只有在巴黎，我怎么样都不行，举步维艰。我已经现在破产了，你400多万那都扔在巴黎，都扔在法国了，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起死回生，我想。台长告诉你，有一个人，大家都有录音的、录像的，啊，欠了人家欠了他800万，8年没有还，你说这个钱还拿得回来吗？8年呐、啊，800万没还他，结果念了1个月，人家主动把钱送上门还给他了，你说这种事情可能吗？只有观世音菩萨慈悲才能做得到。对。那么现在。这个姻缘就是你的恶缘，
听得懂吗？实际上台长你用不着说这个钱都是你的，因为这个钱不完全属于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呀？对对，我也是这么想，但是贪心，我想请人家的钱也要，我想请台长指点我怎么样化解这个恶意。好，告诉你，首先对对方念解结咒，然后给自己念礼佛大忏悔文，明白了吗？第三不够啊，小姐，饿了一个星期了，给你吃一碗米饭，你说你能饱吗？你已经几十年下来了，做了这么多事情了，因果因果，你现在刚刚念了几天经就想把几十年的债都还清，你说可能不可能啊？听得懂吗？所以我跟你说，你有点克人家的，虽然这个钱里边有部分是你该拿的，但是是人家的钱，听得懂吗？啊，懂。啊，放宽心，能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随缘。做人就是应该这样，随缘得来的是你的，不随缘得来的就不是你的，听得懂吗？所以做人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心就开心了。如果一个人硬要去做一点事情得到的，那也很痛苦。所以不是你的就不要去追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争取一下，念念解结咒，念念准提神咒，然后念念心经给他，然后你再念念自己的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再放放生许许愿，我看你还是能拿回一部分的。我话已经点到为止了，我不想再告诉你全部拿回来，拿得回来，拿得回来，明白了吗？在把握这个缘分，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变。那么我有一个想法，我可能要移民到其他国家，我想请台长帮我选择一下，或者是澳洲，或是南美洲，或是非洲，这几个地方。你再讲下去麻烦了，拉丁美洲了。这三个地方我想选一个，请台长帮我选。你现在这样啊，台长给你一个机会。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个地方，台长帮你选好吗？啊，因为台长是这么看的，因为哪一个地方你讲到的地方它会突然之间很亮，你就是这个地方很适合你的，好不好？先告诉我你属什么，几几年的？63年属兔。好，63年属兔，现在开始讲。澳洲。第二个。非洲。第三个。南美洲。第四个。就是法国了。第一、第二，明白了吗？明白了。都可以。你在澳洲有朋友，在第二个国家也有朋友，我告诉大家对不对？对对对。好啦。台长，台长麻烦一点。那么我……哎，不能再问了，不能再问了，不让给人家了，好吧？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罗台长您好。你好。今天非常感谢您和您的弟子给我就是机会，求得您的帮助。因为我想问一下我的小孩的情况，他从生下来那个经常是各种疾病，他差不多都有。因为心脏病，后来又得肺炎，脑子又憋着缺氧。特别是最近几年吧，他那个因为看玩电脑嘛，他又得了一种病，就是晚上不能睡觉，只要是你用不着讲了。这种病还要讲啊，这种病嘛，典型的灵性病啊，自己会自言自语的，有的时候是看见了吗？灵性病啊，这种你到医院里也看不好的呀。我已经走遍了全德国的医院和中国的医院，没有全国了，你走遍全世界没办法看的呀。对，我现在但是你走到德国来了，我上楼台长了，就有救了。对，这个我坚信的，好不好？他是那个81年的基因。不要讲了，你有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另外还有一个亡人。对，他打过胎啊。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念小房子，待会儿就找他们咨询员去问，好不好？好，念多少遍小房子？念整个的小房子加起来要念230张。啊。你看看你儿子会不会慢慢好起来？每个月两个月给他放生。两个月放一次生。对，一两个月就放一次生，好不好？因为你比较小气，所以这个钱你不能省的。好，明白吗？用不着假装想一想的。好，小气嘛就小气了。好了。另外，他那个现在又得了一个
有点自闭症的开始。对了，自闭症就是有灵性在身上呀，我第一句话不就讲了吗？自闭症都是身上，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还要我怎么讲啊？晚上给你看，傻得不得了，你不要叫台长多看了，那种形象不好的呀，看台长看了不舒服的呀。你们怎么没有人坐到菩萨让台长看看的？全是叫台长看这种。哎，明白了吗？小房子念的多了没问题吧？什么？多念没有问题。多念没问题。好，明白了吗？好好念。好。啊。好的，谢谢罗台长。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啊，把大家今天乐坏了。台长真的是给大家加持了很多，今天来的人应该都很开心，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念念经，然后呢自己各方面都会顺利。好，再一次感谢大家到来，台长谢谢大家。哎呀，最后再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希望大家啊以后修得好，台长还会再来。